生活的来源问题，再一个是这个目击这个自杀，这些啊，厕下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有厕下？那个纸币那个破坏太厉害了。哦，哎呦，代表同志们，咱就让上楼吧，咱就上楼吧，把他把那台阶搁稳了，堂哥，往上上，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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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啊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对他们要多体贴。 多帮助。那么转变观念来讲的话，应该说是两头都得转变观念。这个下岗职工本身也要转变职业观念，用人单位也要转变观念，啊，应该是把这个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，而不能消极的看待它。 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加剧，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，财经纪律松弛，经济秩序比较混乱，收入企业基本大增长，因此必须加强税收征管，实入清缴欠。减轻农民负担，维护农村的稳定。